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第三节，天界奇谈。世界各种宗教几乎无不崇仰天神天主，就连不少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，在遭遇恶难不平时，也往往祷祝老天爷，或埋怨老天爷不公、天公瞎眼。实际上内心深处还是有崇拜上天、相信天上有公平主宰、可靠依护的原始宗教信仰。的确，仰望那浩渺苍穹、深邃无底的宇宙，令人不能不怀神秘莫测之感，从理性深处升起团团疑云：天上有无智慧和能力比人类大的神明或高级智慧生物？有无比人间更美好的另一个世界？如果有，它又是如何？对此，佛家的回答十分明确肯定，不但有，而且有多种种类、多个层次，天外有天，难可穷尽。佛典中对天界描述之详，在世间所有学说中可谓首屈一指。乘着佛经文字之飞船，漫游那茫茫苍穹、离奇天界，就算是在想象中做星际旅游吧，也是饶有趣味的事。佛经所说天，为梵语提婆或素罗的意义，原意为光明、自然、清净、自在、最胜，常用为形容修饰语。作为六道之首的天道，被认为是六道中最佳最上者。正法念处经卷二二位，诸乐极故名之为天。法华经为身乐等众事皆胜一趣，常以光自照，故名为天。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二解释，于诸趣中，彼趣最胜、最乐、最善、最妙、最高故，名为天。大乘法愿意临章卷六位，神用光洁自在名天。佛经中说天道分三界，凡二十八重，总称三界二十八天，有地居、空居之别，下列上圣，受量逐级倍增。其从上至下，名目、身高、寿数如下表所列。无色界，天明，非想非非想处，寿长八万大劫。无所有处，六万大劫。实处，四万大劫。空处，两万大劫。色界，四禅天、三禅天、二禅天、初禅天、五不还天。天明，色究竟天，十六千由旬，一点六万大劫。善现天，八千由旬，八千大劫。善见天，四千由旬，四千大劫。无热天，两千由旬，两千大劫。无烦天，一千由旬，一千大劫。广果天，无想天，五百由旬，五百大劫。福生天，二百五十由旬，二百五十大劫。无云天，一百二十五由旬，一百二十五大劫。遍净天，六十四由旬，六十四大劫。无量净天，三十二由旬，三十二大劫。少净天，十六由旬，十六大劫。光阴天，
八游旬，八大劫；无量光天，四游旬，四大劫；少光天，二游旬，二大劫；大梵天，1.5游旬，1.5中劫；梵辅天，一游旬，一中劫；梵众天，0.5游旬，0.5中劫。他化自在天，三里16000天年。欲界都率天，二里4000天年。夜摩天，1.5里2000天年。刀立天，一里1000天年。四王天，0.5里500天年。欲明诸天的住处，须先略知佛教的世界说。一日月绕依须弥山，外围四大部洲、八中部洲。须弥山下入香水海中，水面以上分上下两段，下段分为四层。第一层名坚守天，第二层名持蛮天，第三层名恒焦天，为四天王所统帅之夜叉神所居，属于鬼类，非天道所设。一说第三层之上还有日月星宿天，为日月星宿诸神所居。第四层为四天王天，与日月在一水平面上。大宝积经广博仙人会详述持蛮天、四王天、刀立天状况。须弥山顶为刀立天，此天与四天王天皆地居，刀立天以上为空居，依次为夜摩、兜率、化乐、他化自在四天。六欲天之上复一初禅天，与六欲天之下的人等五道众生所居世界，唯一小世界，乃宇宙中最小的世界单位。1000个小世界之上附一二禅天，组成一小千世界，如《长阿含经》卷18《世纪经》佛言：如以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，如是千世界。千世界中有千日月、千须弥山王、4000天下、4000大天下、4000海水、4000大海、4000龙、4000大龙、4000金翅鸟、4000大金翅鸟、4000恶道、4000大恶道、4000王、4000大王、7000大树、8000大泥犁、10000大山、千阎罗王、千四天王、千刀立天王、千焰摩天、千兜率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是为一小世界。1000个小千世界之上附一三禅天，为一中千世界。1000个中千世界之上附一四禅天，为一大千世界，为宇宙世界海中基本的独立世界单位。以大千世界为三个千数相乘，故称3000大千世界，总计约有百亿日月，亦即百亿个小世界。小乘说，以3000大世界为一佛土，即一佛所教化的范围所居净土。大乘《华严经》等说，大千世界之上还有世界种，为梯形，分20层，每层皆有无量微尘数大千世界。无量微尘数世界种组成一世界海，为一佛净土。在宇宙中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海。以大千世界中三界28天从下至上的概况大略如下：
一，欲界天，因共有六层，故称六欲天。最下层四王天，居须弥山腰前陀罗山，去地四万两千由旬，纵广亦然，为六欲天中国土幅员最广者。此天分东南西北四大天区，每天区各有一位天王，故称四天王天。四大天王即汉传佛寺中天王殿内的四位威武天神，俗称四大金刚。他们是东方持国天王，梵语名提头罗刹，手持琵琶，领乾闼婆、毗舍都神将，护四大部洲中的东胜神州。南方增长天王，梵语名毗娄乐叉，手持宝剑，领鸠盘荼、薛利神将，护四大部中的南赡部洲。西方广目天王，梵语名毗留伯叉，手上禅龙，领龙及富善那神将，护四大部洲中的犀牛霍州。北方多闻天王，梵语名毗沙门，右手持伞，左持银鼠，领夜叉罗刹神将，护四大部洲中的北俱卢州。这位天王在藏传佛教界被看作财神。摩诃僧指律卷三十四说，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七星八天女，并述其一一名号。东方天有支提名公丈，南方有支提名阿毗伯师，皆常放光明，诸天恭敬供养。西方有山名饶益，日月居中，北方有山名指罗苏，鬼神常居中。四方二十八宿及日月、三十二天女、四大天王等，常护世间，令得如愿。四天王各有八大名将、九十一太子，所统人民众多。除本天国土外，还有散居于须弥山周围的各小山，所居天众有持蛮天、迦留足天、长咨议天、空猴天四种，各有十住处。四天王天的天众身高半里，一重半两，寿五百岁，其天中一日当于人间五十年，其天寿五百岁和人间九百一十二万年。四天王所居城池庄严富丽，长阿含经卷二十四天王品描述东方增长天王所居咸上城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蓝盾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树，周泽孝室以七宝城，乃至无数众鸟相贺而鸣。僧一阿含经卷三四说，须弥山上住五种天，细脚天居银城，施利沙天居金城，欢悦天居水晶城，利胜天居琉璃城，毗沙门天王居金银城之中间，毗留波叉天王居金城水晶城中间，毗留乐天王居水晶城琉璃城中间，提头赖乍天王居琉璃城银城中间。第二，刀立天，意义三十三天，已有三十三个天国而得名，居须弥山顶，去地八万四千由旬，纵广亦然。中央为主国第四天，为三十三天之主释提桓因所居。八方各有八个天国，四角四峰，有第四天保护神经纲手居止。
帝室所居善县城，周长一万由旬，中有殊胜宫殿，周千由旬，外有重车杂林、粗恶、喜林寺院，城外东北有原生树、花香薰百由旬，西南有善法堂，为帝室之礼堂、会议厅。33天人，身高一由旬，一重六株，寿一千岁，一日当人间百年，其天寿命和人间3650万年。增一阿含经卷四八说，33天身体相结，光明彻照，有自然之作，四尺入地，设天子起，坐离地四尺。此天天主帝室，梵名娇师迦，亦称因陀罗、千眼、能天子，为33天、四天王、天之主。中国佛教徒多说他便是道教所奉玉皇大帝。四王刀立二天，与人间关系密切。四天王的职责是守护四大部洲，管理各种鬼神，不令侵损人类，维持天下太平。金光明经等说，若四天王失欲，鬼神作乱，则日月星宿失度，风雨不调，人间必有战乱灾荒。所谓鬼神乱，则国土乱。四天王天还在冥冥中监督管理人类及鬼畜等众生。杂阿含卷40第1113经，长阿含卷20世纪经刀立天品佛言，每月初八日，四天王遣大臣暗行人间，14日遣太子，15日自下世间观察众生善恶业行，予以记录管理。而四天王天又归刀立天帝室领导。第三，夜魔天，全称苏夜魔，意义善分、十分、妙善。在刀立天之上16万由旬的虚空中，凡有36处，天主明眸修楼陀，此天日月光明上照不及，是诸人等自有光明。正法念处经说，此天天人女多男少。佛地经论卷五说，夜魔天者为此天中随时受乐。此天人身高1.5里，一重3株，寿2000岁，一日当于人间200年，其天寿和人间1.4亿600万年。第四，都率天，意义都使多、都率陀等，意义妙足、知足。在夜魔天之上3亿2万由旬处，此天天人身有光明，高2里，一重2株，寿4000岁，一日等于人间400年，其天寿和人间5.8亿400万年。此天宫殿分内外两院，内院是一生补处菩萨所居净土，现由弥勒菩萨住持，外院为欲界天，所居多各宗教教主及欲界退位天王。佛教认为，对修道者来说，兜率天是欲界天中最好的地方，尤其兜率内院为不少佛教徒向往的归宿。大波涅盘经卷32，都率陀天，欲界中圣，在下天者其心放逸，在上天者其心暗顿，是故名圣。修师修戒得上下身，修师戒定得都率身。欲界上下诸天皆不及此天众生清净少欲，自在无为，
上下界诸天，皆来此天听佛菩萨说法。楞严经卷八称此天不接下界诸人天境，乃至劫坏三灾不及，是个清净安全的去处。第五，化乐天，梵语名尼摩罗，意义乐变化天、化自乐天、妙变化天，在兜率天之上16亿4万游旬处。此天人身高2里半，一重一株，寿8000岁，一日当人间800年，其天寿和人间23亿3600万年。名化乐者，为此天人能随意变化出种种乐意器物，随意娱乐。第六，他化自在天，梵语曰婆舍拔提，略称他化天，在化乐天之上12亿8千游旬处。此天人身高3里，一重半株，寿16000岁，一日和人间1600年，其天寿共和人间93亿4400万年。大智度论卷九说，此天夺他所化而自娱乐，故言他化自在，大概是享受别人变化的东西，其天主为常与佛作对的魔王波旬。大智度论卷56说，波旬虽有福德而常怀邪见，见欲界人皆往去佛不来归己，施供养故，心生嫉妒，是以佛菩萨名为怨家。又说波旬为六欲天之主。于伽师地论卷四等则说，此天中别有摩罗天宫，即他化自在天舍，然处所高盛。六欲天人不仅寿数甚长，而且享受诸乐，无病无苦，衣食自然，不劳而得，不忧生计，其相貌皆端严美丽，世人常以美如天仙形容美貌。佛经中则说，人中最上佳丽，比起天女犹如猕猴与人相比。本世经卷七佛言，略有三世天胜于人，云何为三？一者长寿，二者端严，三者快乐，如是三世。天胜于人100000万倍，不可称计。御天的宫殿园林器物，率皆清洁典雅。佛经中所描述的御天圣庙五欲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完全是人间富贵者物质生活的理想化。如于伽师地论卷四说，御天们游戏娱乐于雅洁可意的园林池馆，常闻种种歌舞音乐、鼓噪之声、调戏言笑、弹穴之声，常见种种可意之色，常嗅种种微妙之香，恒尝种种美好之味，恒处种种天珠美女最盛之处，恒为如是乐牵引其意，以度其时。这确实许多人，尤其是现代人艳羡的幸福生活。御天还有凡人所无法企及的诸多自在，如《长阿含经》卷二十说，御天有十事：一者非去无限数，二者非来无限数，三者去无碍，四者来无碍，五者其身无有皮肤骨体筋脉血肉，六者身无臭秽大小便，七者身无疲累，八者天女不产，九者其目不眩，
识者深色随意，好青则青，好黄则黄，赤白等色随意而现。又说六欲界天阿修罗与人类一样，都有金色、火色、青色、黄色、赤色、黑色、白色七种肤色。六欲天的社会制度大略也是人间阶级社会的翻版。大集易经说，六欲天皆有君臣、尊卑、上下之分，有龙、象、孔雀等为其坐骑。正法念处经观天品说，刀立天以下，有贫富之别，有诸天同气而食，所食各异之说。如大宝积经卷一二广博仙人会言，有诸仙人报不纯者，虽同气食，或感赤色，或感苍色，乃至黄色、猪杂等色，天容无别，为食有异。夜摩天以上直至色界诸天，贫富皆等，亦无国家政府。六欲天的家庭体制，诸经论皆说有夫妻嫁娶之事，亦不乏一夫多妻的现象。据称地势的姬妾多达亿数，然其性生活的方式与人间有别。据舍论卷十一有记概括此事。六受欲交抱执手笑誓淫，意味六欲天的做爱方式从下到上依次为交而不泄下二天，拥抱夜摩天，握手都率天，微笑化乐天，凝视他化自在天。五次第善贤举论卷十一继位，四王刀立同交抱，夜摩执手都率笑，化乐熟视他赞视，思为六欲心计交。正法念处经卷三十九则说，四天王男女交合，与凡人无别，只不过不泄精液，只泄风气而已。用道家丹宫术语来说，这是体交气交了。刀立天男女彼此相抱，根部相触，即得性满足。夜摩天与笑成事，都率天相视成欲，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，只要听到对方的声音，闻到对方的气味便满足，这可谓体格神交了。据正法念处经卷三十九之说，六欲天的性关系颇有人间原始社会非对偶婚的意味，男女各以所有的天男天女为爱人。若一天子，一切天女之所爱念，大声敬重，心不疲倦，亦无病患。彼天之心不守一女，于一切女心皆乐见。六欲天的生育与凡人不同，无怀胎接生之事。据舍论卷十一说，虽比诸天男女稀上，有同男同女虚而化生，即说为比天所生男女也，比人类胎生是要简便干净多了。出生时的形貌从四王天到他化天，依次如人中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岁孩童，生后不久即迅速长大成人。六欲天的夜阴共同者是行时善业，守戒不失。佛为守家长者说《业报差别经》说，具足修行增上时善，能令众生得欲界天果报，依所修十善的品级，
所生欲界天有上下层次之别。六趣轮回经云，与父母三宝恭敬随能施，俱忍汝柔和，得生刀立天。自不乐纷争，劝他会和顺，纯善修静因，得生焰摩天。乐多闻正法，专修解脱慧，喜赞他功德，得生都率天。于师戒诸行，自性常爱乐，起经尽勇猛，得生变化天。是罪尚有情，其杀门凡行，增长解脱因，得生他化天。其次，生于欲界天的条件是不同程度的劫狱禁欲。如《楞严经》卷八说，人若未能离夫妻恩爱，只是于邪淫中心不留意，一点也不享有婚外性关系，则能生四天王。于己妻房淫爱微薄，于境居时不得全位，独居禁欲时还不能完全没有性的想望，能生刀立天。逢欲暂交，去无私意，于人间事动少静多，能生夜魔天。正法念处经观天品位，若能离妇女，则生夜魔天。更进一步，一切实境有应处来，未能为力。虽然坚持禁欲生活，但对送上门的美色不能立据，能生都率天。我无欲心，应汝行事，余恒尘时味如嚼蜡，能生化乐天。无事艰辛，同事行事，余行事交，了然超越，能生他化自在天。另外，都率天以上还需修禅达初级定，初禅未到地，方得往生。《俱舍论》卷十五说，若生欲天及声色界，皆容得有净律律仪，意味欲界天人也可能持不淫戒。欲界天虽然快乐长寿，但欲望尤其男女之欲，成了迷惑天男天女们不得解脱的绳索，经称女色为诸天的大戏妇，天人多因此堕落恶道，及天王也难免。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卷二十五说，欲界各天王皆为女色所迷醉。如说地势手执金刚杵，威德能碎阿修罗，常为女色昏醉心。二，色界天。色界十八天的共同业因是行上品十善且修禅入正定。业报差别经说，修行有漏十善与定相应，能令众生声色界天，依所入禅定的深浅，有初、二、三、四禅天之阶差。因以禅定服欲界之欲，故虽有身体，而无男女之欲，无家庭，恒处于禅定中享受禅悦。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个清净离欲的禅定瑜伽修行者们各自坐禅的社会，自然是安静异常，超然世外，没有人间和欲天的各种纷扰，是瑜伽行者生活的理想化。初禅三天，为成就初禅者所生。第一梵众天，为大梵天王治下的人民百姓。该天身高半由旬，寿命以终劫计算，一终劫略当32亿年为半劫。第二梵辅天，为大梵天王的辅佐臣僚，身高亦由旬，
寿衣终结。第三大梵天，所居为大梵天王，身高一由旬半，寿衣终结半。楞严经卷九说，修禅定者，但能直身不行淫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无，爱染不生，无留欲界。世人应念身为凡侣，如是依类，名凡众天。欲习既除，离欲心现，于诸律仪爱乐随顺。世人应时能行凡德，名凡辅天。身心妙缘，威仪不缺，清净尽戒，加以明悟。世人应时能统凡众，为大梵王，如是依类，名大梵天。大梵天王的业因，除增上十善助初禅外，还有慈悲喜舍四五量心。此王唯一小世界主，道德高尚，清净仁慈，但因生于天地万物之先，自以为天地万物是他所创造，以众生之父造物主自居。大日经卷六说，所谓大梵天，名我慢自然。南传长部梵网经说，光阴天众生因不习彼天而降坠出禅天，最初生者叫长寿英俊荣耀，自谓我是梵天大梵天，不败及全知之伟大者，有权者，自在者，创造主，化生主，最上指挥者，主宰者，一切众生之父，认为一切有情皆我所化。后下生者叫短命丑陋少权力，承认彼为主为父。后来降生人间，出家修定发通，一前世而敬梵天，这便是一神教信仰的来历。太虚真现实论说，大梵天王先天而生，超越阴阳，即是基督教等一神教信仰的上帝。二禅三天，为成就二禅者所生，此天常受发自身心的禅定喜乐，超离了一切由外而来的感觉经验，其寿数以大劫计算，一大劫略当人间128亿年。第一少光天，身长二由旬，寿二大劫。第二无量光天，身高四由旬，寿四大劫。第三光阴天，身高八由旬，寿八大劫。楞严经卷八云，统摄凡人，圆满凡行，诚心不动，即占身光，如是一类，名少光天。光光相然，照耀无尽，应十方界，变成琉璃，如是一类，名无量光天。悉持圆光，成就教体，发化清净，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，名光阴天。是则二禅天特以光明为主。光阴天，即不用语言，以放光带音声，以交流信息之意。此天天王唯以小千世界主，光阴天为我等众生的老家。佛经说，地上众生乃劫初时从光阴天降坠，火灾坏灭初禅天以下时，则又返回光阴天。南传长部梵网经说，世界坏灭时，有情多生光阴天，以喜为食，自发光辉，飞行空中，住于庄严之所。三禅三天，为成就三禅者所生，此天常受发自身心的禅乐，此乐自内源源而动，绵绵寂静，
被称为三界中最上之乐。第一，少净天，身高16由旬，寿16大劫。第二，无量净天，身高32由旬，寿32大劫。第三，遍净天，身高64由旬，寿64大劫。此天天王唯一中千世界主，三禅天盖以身心清净为助。楞严经卷9称此天众生身心安稳，得无量乐。四禅九天分凡圣二级，皆为成就四禅者所生。此天恒处于舍的定心中，苦乐双亡，心如明镜止水，无丝毫扰动。其中凡夫天有四，一无云天，身高125由旬，寿125大劫；二福生天，身高250由旬，寿250大劫；第三层并列二天，一广果天，是由三禅无量净天中福慧圆明而上升者所居；二名无想天，乃外道人双厌苦乐，力舍一切念想，身心俱灭，心虚灰凝，生于此天，虽如广果天，亦身高500由旬，寿500大劫，但因既以生灭为因，不能发明不生灭性，前半劫灭，后半劫生，被佛教斥为因地不正的无想外道，其所入定称无想定，亦说此天广果天同在一处。广果天以上五重，为佛教中正道第三不还果，以断欲界烦恼的圣者所居，称五不还天。其名目为无凡天，身高1000由旬，寿1000大劫；无热天，身高2000由旬，寿2000大劫；善见天，身高4000由旬，寿4000大劫；善现天，身高8000由旬，寿8000大劫。色究竟天，梵文名阿扎尼迦，身高16000由旬，寿16000大劫。此天为色界之顶巅，故名色究竟，为第十地菩萨住处，又名摩西首罗天、伊舍那天，意义大自在天、众生主。其天王摩西首罗乃3000大千世界主，是诸神中最尊者。天地本起经位，诸神中摩西首罗神最大第一，摩西首罗为诸神主。密教说此天形象为八臂三目或二臂三目，骑白牛或黄牛，手持盛满鲜血的杯子和三叉戟，身浅青色，即婆罗门教信仰的至上神师婆。供养12大威德天报恩品说，摩西首罗天喜时，诸天皆喜，魔众不乱；嗔时，诸天皆嗔，魔众皆现，国土慌乱。此天王遂被看作一切魔众之主，其眷属有长醉天、洗面天、气手天、大黑天、毗那叶迦等。佛经说，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亦居色究竟天，为诸十地菩萨说法。三，无色界。此界四天，依所入定而区分，皆恒处禅定中，连固定的形体亦消失，寿命甚为绵永。因为只有意识存在，一名
亦升天。说无色，也非完全没有物质身体，只不过其形质极为微细，如《俱舍论》卷二八所言：“有彼色微，故名无色；如微黄物，亦名无黄。”《大法古经》卷上谓：“无色天有色性而不可知，亦不可知，似此似彼，大概为常态。”据说此界众生只有佛才能看见。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八位：“世界无有身相诸众生等，非外五通天眼所见，亦非二乘及菩萨眼之所见，唯有如来天眼明见。此类众生为数不少，或有其地量如车轮，其无身相诸众生等充满其中，多于大千世界所有人天，佛皆明见。第一空处，住空无边处定，定中唯见无边虚空，受二万大劫。第二实处，住实无边处定，定中唯见心实无量无边，唯留阿赖耶识，全于莫那半分微细，只以一半的莫那识圆阿赖耶识，寿长四万大劫。第三，无所有处，住无所有处定中，空色即亡，实心都灭，十方寂然，迥无他往，唯见亦无所有，寿长六万大劫。第四，非想非非想处，住非想非非想定，于无尽中发宣尽性，如存不存，若尽非尽，没有任何感知觉，但还有分别无念无想的一点微细心识存在。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七解释：事中有想，微细难觉故，谓非有想；有想故，非无想。此天寿长八万大劫，为三界中的长寿冠军。非想非非想处为三界之顶巅，故名有顶。圣天王般若经卷四说：人生无色界者，八万四千劫中唯是一时，无有住处，亦无所缘。当指非想非非想处天而言。诚实论卷十六则说：无色界众生能起余地心及无漏心，意味此类众生也能起色界欲界的心识及无漏心。楞严经卷九说：生似无色界天者有两种人，一是从无想天等外道天继续深入禅定而入，为凡夫；二是从五步还天上升，多住于超越三界的受想灭尽定中，而寄居于非想非非想处，为不回向大乘的顿根阿罗汉，或依外道见地修定者得生于空无边处、无所有处者；依佛法修定而尚未见道者，可生于时无边处、非想非非想处。关于四无色界天的住处，有二说：一说在色究竟天之上，一说无别住处。如元代帕斯巴张所之论说：无色界者，无别处所，若有生者，何处命终极彼生处，住无色定，故名无色。
佛经中还说，每个人降生之时也有天神随生。常阿含经、世纪经经云，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，皆有鬼神随逐拥护，若其死时，彼守护鬼摄其精气，其人则死。此鬼神称俱生神，一意同生神。华严经卷六十称其为天神。如人生已，即有二天恒相随逐，一日同生，二日同明，天常见人，人不见天。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藏无量寿经一书等说，俱生神为一男一女，分别在人左右肩上，故名左右肩童子，或在人背后，其执事是记录我人所造善恶业，定期向四王天或地狱之主眼魔王汇报，或说俱生神住在人鼻腔中。此盖即中国人所谓善恶童子，西方人所谓守护灵之类。关于诸天还有其他一些说法，如常阿含经、世纪经、刀立天品佛言，有地神、水神、风神、火神四大天神，此四大天神盖属刀立天。中阿含经卷五等心经佛言，有诸等心天，或十名乃至六十名，共住锥头处，各不相仿，此盖属色界天。孔雀明王经等说，有九曜之天神，日、月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罗侯星、祭都，亦称九职，巡行二十八宿，能令昼夜时间增减，预兆人间的风俭苦乐。密教有依九曜占卜之法，密教北斗七星念诵仪轨等说，北斗贪狼、巨门、禄存、廉贞、文曲、武曲、破军七星神为七佛化现，囊括七曜，照临八方，上曜于天神，下植于人间，以思善恶。大般涅盘经卷二十四说，众生所奉神有八十种，十二日、十二大天、五大星、北斗、马天、行道天、陀罗堕跋奢天、功德天、二十八宿、地天、风天、水天、火天、梵天、楼陀天、阴提天、居摩罗天、八臂天、摩西首罗天、半奢罗天、鬼子母天、四天王天、造书天、婆书天。佛教虽然说诸天神或有统御世间乃至处理业报的权利，但以诸天为五道众生之一，不像多数宗教那样以天神为皈依的对象，不主张祭天求神，而强调以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人间的幸福安乐及出世间的解脱。阿含经载，佛陀多次批判外道行火供等祭祀天神为迷信，认为自在天等天神不能赐予人们福乐。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四说，为诸世间及出世间吉祥盛世，一切皆依自功力，若离功力，虽于诸天极深净世，亦不能得。但因为诸天善业德性在人类之上，有神力和统御权，故佛教对之颇为尊重。佛教徒修行重要内容六念十念中，皆有念天，
思考诸天持戒布施的功德，以策励自己，相信自己持戒布施也能升天。想诸天，尤其是四天王天、俱生神等路人善恶，在冥冥中监督着我人，无疑有促使人止恶行善的巨大鞭策作用。优婆塞戒经卷六说，有智之人应当时常观察，诸天具足无量福德，神足天耳天眼，具他心智，遥能见闻，虽近于人，人不能见。若我作恶，若是等天当见闻之，若是天等寥寥见我，我当云何不生惭愧，故作罪耶？大乘佛教颇重视崇奉诸天，汉传佛教寺院中依金光明经等，在大雄宝殿两侧供奉有护持佛教的20位天神、大梵天王、地势四大天王、金刚密迹、大自在天、散支大将、大辩才天、大功德天、维陀、监牢地神、菩提树神、鬼子母、魔力之天、日天、月天、梭阶罗龙王、阎摩罗王。金刚密迹一名金刚手，为一种手持金刚杵护持佛法的夜叉神。住刀立天，汉传佛寺山门殿所供哼哈二将，即是密迹金刚。散支大将为28部鬼神之首，常住支那国、中国。大辩才天，即藏密所谓妙音天女，能赐予人智慧、辩才、才华，多为手持琵琶的少女像。大功德天，即藏密所奉吉祥天女，为毗沙门天王之妹，能赐予人福报。维陀为南方增长天王八大将之一，即汉传寺院天王殿所供持金刚杵的护法神将，佛经中说他为初地菩萨、贤劫千佛之最末一位，故亦称维陀菩萨。监牢地神为地神之主，菩提树神专门保护佛陀成道处的菩提树。鬼子母，梵语名柯利迪里，为众多鬼神之母，曾吃过许多小儿，后经佛陀教化发愿保护小孩。摩利支天，女神，行于日月之前，能救人间兵戈之难。日天、月天即太阳神、月亮神，给予大地以光明，日天为星辰七曜及游空一切光神之主，月天为28宿等一切星宿神之主。梭阶罗龙王为猪龙蛇之主，阎摩罗王乃地狱之主。中国佛教有斋天的法事，供养诸天神，以求福消灾，祈祷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佛教密教更敬奉诸天，说有八大天神分工护持人间，谓之八方天，护世八天。天神地势所护东方，所主须弥山等一切诸山所设诸天鬼神。天神焰摩罗天所护南方，所主五道冥官、泰山府君、司命神、恶鬼。天神水天所护西方，所主江河湖海龙众。天神毗沙门天所护北方，所主夜叉。天神依舍那天所护
东北方，所主魔众。天神火天，所护东南方，所主火神及驰名仙。天神罗刹天，所护西南方，所主罗刹鬼。天神风天，所护西北方，所主风神。或加上方梵天、下方地天、日天、月天为十二大天神。梵天为色界天之主，地天为地上树下旷野诸神之主，又密教金刚界曼陀罗最外层所奉护法神，有二十天。那罗延天、居摩罗天、梵天、地势、日天、月天、彗星、荧惑星、金刚蛮、调伏天、罗刹天、风天、火天、毗沙门、金刚面、阎摩天、伊舍那天、水天。此二十天或被分为上界、飞行、虚空、地居、水居五类。其中那罗延天意义生本，金刚力士或说即梵天，或说属欲界，身绿金色，八臂成金翅鸟。居摩罗天意义童子天，为初禅梵天王，颜貌如童子，手持鸡与赤色幡，成孔雀。密教有修毗沙门天王、北斗七星、吉祥天女、妙音天女、摩利支天母、毗那叶迦、大黑天、冰揭罗等诸天神，以求消灾免难、护国、降服怨敌、得财富、文财官位等秘法，供养祈祷北斗七星神，能延寿消灾。毗那叶迦意义有障碍神，称大圣欢喜天，又称象鼻天、人身象手，或为双身合抱，男抱恶，女慈善，能满足人官禄、寿命、降服等多种愿求。大黑天，梵语名摩诃嘎拉，身色青黑，为战斗神、厨房神、种木神、福德神，据说为大日如来或观世音菩萨化现，乃密教的大护法，能降魔，使密法成就及获福德。冰揭罗为鬼子母之幼子，童子型，能与人财宝福德。佛教崇奉的诸天神也多为婆罗门教、道教所奉。诸天虽然长寿快乐、神通自在，或有权力威德为世人艳羡，但也仍有其苦恼。欲界天下二层天中，有因宿世修福不多而相对贫穷者，或为人臣妾受他所制，或神通未能如意，或受阿修罗作乱的战祸威胁。而且不管寿命多长、福报多大，即贵为天主，也终有一死。佛经说六欲天临死前有五种预兆出现，称五衰相现。花冠枯萎，天衣垢坏，身光消失，腋下流汗，不乐本座。平时一起嬉戏玩乐的天女们见到这种现象，皆悉远离。又以天眼观见自己将生何处，若是堕落，则更是凄惶恐怖，痛苦不堪。如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四说，有一刀立天人五衰相现，自见将堕于罗月城内母猪胎中，乃愁忧苦恼，捶胸叹息。正法念处经观天品记云，如蜜和毒药
是则不可食。天乐亦如是，退末时大苦。色界天、无色界天恒处于禅定中享受禅乐，但禅乐亦非纯粹是乐。经中说色界四禅分别有声、响、息等为次，而非完全安宁。无色界四天分别有如疮、如痈、如病、如见入体之微细苦，并非完全如意。色界、无色界天寿数虽长，亦有命中福尽、堕落六道之时。四禅天以下还会遇火、水、风三灾而遭毁灭。因此佛陀虽说诸天快乐，而又告诫众生不可贪着天界之乐，应思出离三界。